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 ，A、B、C 是不为零的这个阿拉伯数字啊，就一到九。而且 A、B、C 它是成等差，若 A、B、C 满足呢这个方程式的话，那么 A 加 B 加 C 等于多少？哦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那个九分之 A 的，啊，这个等于99分之，哎，这个是 1B 啊，不是16，哦，这是 1B， 哦，这个 1B， 啊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99分之 2C。好，那所以我就把这个方程式重写啊，这是九分之 A 嘛，啊，它叫多少？这个是十 b 这样子，所以一 b 好像是十加 b 啊，我这个是等于99分之十加 b 嘛，哦啊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99分之20加 c， 20加 c 啊。好，那这样子哈，我现在给它通分，通分的话用那个99分多少？这 11A 嘛，加10加 B 等于99分之20加 C。 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方程式，这个方程式就是我把10移过去，把 C 移过来，就 11A 加 B 哈，啊减掉 C 等于多少？等于10，好，20减10是10。还有它成等差的话代表什么？代表呢 ，a 加 c 是等于 2b 的，我叫 a 加 c 啊，等于 2b 的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把 c 带掉啊 ，c 带掉的话哈，就得到多少呢 ？c 的话呢是等于多少 ？c 的话是等于 a， 2b 减 a， 我 11a 加 b 减 c，2b 减 a 哈。等于10，那就能得到 12A 减 B， 它等于10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哦，这个 B 它是介于1跟9之间嘛，如果 B 它是等于1的话行不行？不行，移过来的话就是说这样会比较好看， 12A 等于10加 B 嘛，我 B 如果等于1的话不能整除嘛，不行。b 最少要是2 ，b 如果等于2的话 ，a 就等于1。那 a 就等于1的话，那 c 等于多少？c 的话就在这里啊 ，c 的话等于2b 哈，减 a 嘛。哦，这 b 等于 2，4 减多少？ 4减1就是3啊，成等差嘛。哦，所以有一组解，就是说 a、b、c 有一组解啊。1 2 3，好，然后呢 ，b 如果2的话，那再就不行了啦，再你还要再加12嘛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12 a 啊，再下去那个就是12，就是2加12，2加12的话就不是阿拉伯数字啊，好，它是介于1跟9之间嘛，就超过了，加12就超过了，所以就只有这一组解了，那我就晓得 a 加 b 加 c 是多少。全部加起来是6，所以答案是6。